阿水有水哥哦，那就是我是就是开了一个影像公司，对，那我原本也是就热衷拍短片，然后拍这些电影。后来我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于说，怎么样，就是从就是你当艺术家你会饿死，你必须要能够也懂得这个一些商业的这些经营手法，因为我也是毕业了之后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我才没有让我自己饿死。对，然后。我是很高兴，大家蛮多人这边都是有那个，很多好像都是设计领域相关的，然后还蛮酷的。因为平常这边焦点以前来都是十个大有八个都是什么，都那种工程系的或是软体的一大堆。然后我每次问阿峰，所以有没有其他那种影像团队啊？然后没有很少，几乎没有。所以以前都是我们没有几个在撑场面，所以以后大家可以多来焦点是蛮不错的，啊。然后我原本也是做那个游戏设定的，可以看一下那个。上面那个我哦，这个最右边。对，那我以前也是电话几号看到打给我，就我以前也是做画画，那我也是十九岁就拿到那个工研院全国首奖，然后也是去奥地利参与版本颁奖，那就随便看一下吧，就是缩图。那对，就是我以前我都画比较美式的东西啊。那我觉得刚刚。大家讲到好像蛮多都蛮愤慨，那台湾的艺术怎么这样啊？怎样怎样？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当时做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就业发展，就是完全被打枪的状况。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游戏产业流行是日式的画风嘛，就是今天那台湾游戏生态那时候会离开，很大原因是因为主管跟老板永远都不了解到底现在要做什么，那就是讲说，哎、欸，你看那家公司，哎、欸，他做一个武侠游戏，然后哎、欸，他又画日式画风，那我们也出个日式跟武侠画风好了的那种游戏啊，也会，然后我们也做一款，然后下面就提到啊，要做，啊对，你往做一款，然后你们只有可能一年半年的时间，然后他们根本连那个剧本时间都没有办法发想，他们连他创造这个种族跟脚上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现，就哦，他就出现了，那我也不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反之就是在游戏产业当中，像战神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光那个角色啊，就光主角那一只，他整个团队设计一年的时间，然后他是数百位那个画家去比稿，然后一个人就是画了100张，然后这样去比到最后全部的画再全部丢弃，你把所有的画融合成一张，再来比一次，然后最后就取一张，那就是战神的样子。所以说，那可是后来大家觉得，哎、欸，这样投资对吗？可是你们看现在老外的游戏产业跟魔兽世界啊，你可以他们很明确告诉我们他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因为他们是很太短视经历，那个就是那个眼光太短的状况。OK，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电影。然后后来我就决定我想要走电影这条路，因为我很喜欢说故事。那我之前也是写小说跟编剧。那因为这个作品就是我现在做电影提案，那现在已经走到就是一些跟银行还有一些公司财团做一些融资的动作，要把这部电影推动起来。那如果你们喜欢看商业片啊，环太平洋那些东西的话，那你们就要支持我，就支持我团队一下。对，因为全台湾是只有，因为全台湾那时候，哎、欸，当初我第一次来这演讲的时候就还在搞这个东西啊，然后现在已经是我第二次演讲，你们不知道隔多久了，半年了吧？一年多。真假的？干，老就是，是要赶快，大家时间很重要。然后不知不觉一下已经弄到这样子了。那就是这部电影主要是在讲未来台湾的内战。那它英文名叫撤退，然后我英文很烂，不要问我为什么，反正就是我取名的。然后英文我都看不懂，我就叫别人帮我翻译。好，然后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角色设定的一个模型，就是一个正规军跟反抗军的造型。那那边就是队长的那个，就是政府的单位的军队的造型。然后这边就是人民反抗军的那种造型。OK， 帮我下一页。对，那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老外，是因为现在讲说未来已经那个交通已经过度发达，然后很多地方的经济已经崩盘瓦解，所以人种变得很混杂，而且未来有语言翻译机的发明，所以说他们都能互相沟通。那我这故事有几个突破的地方，就是第一点，这其实是一部悬疑电影，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战争片，它是在讲一个区域两边的人马就是发生，他们都想要撤退。可是他撤退的这3天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里面有一名神秘的狙击手，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他是正规军还是反抗军的人，所以说就是看到最后一刻，只有最后一刻你才知道这个真相的答案。
那我这部片其实在2010年我就有拍过一个短片，45分钟的，就是那个去参加中国大陆的比赛。我台湾的通都没有什么太多参加，我就比较在乎大陆，因为世界很大，2400万人口的地方看真的没有很重要啊。我说实话，虽然我知道大家爱这边大地，但是面对现实，台湾真的还太小了，所以大家要更努力，要往外面跑，跑再回来，就像大家一样，都去日本啊，去哪里？我是没去什么地方啊，大部分都去玩。然后就是，我刚讲到哪了？打岔了。反正就是这是一部悬疑电影，悬疑跟战争片，其实在历史上的电影后好莱坞电影其实很少有这样的结合。那这也是我第一个就是全新的尝试。然后在那个全球华影展之后，就是有10000多部作品，中港澳台全部一起。那我这部就是拿到那个就前20小入围，然后最后获得最佳新人奖提名。那里面其实有些那种都很犯规的那种。像那个大人哥啊，他弄短片，他最好是打赢他们，因为那时候完全没名。然后重点是我这部电影只花了3万块来拍，就拿到这个奖项了。所以我因为一开始我父母也都不支持我，想说，你明明画的那么厉害，游戏公司可以上班，为什么你偏要做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电影产业？然后我花很长的时间研究，然后花很长的时间进一间公司学习一些经营管道，然后去跟他沟通。所以我看我每天都穿像打领带，就这个原因。那其实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家，但是我不要让我自己外貌是或者内心是这样表现给人家看，因为他们是不会认同艺术家的，他们那个商人只会看到数字。所以说这是很确切的问题，所以光艺术是不够的，你们一定，而且学校都不会教你们怎么去经营，就是不管是台湾，其实国外也是一样，他只叫你读书，读完书好，那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整个台湾整个教育体制叫你出去。要就业，你懂吗？你为什么要毕业？你为什么要拿证书？你有想过为什么？因为我要就业啊，不然我出来干嘛？然后这样至少给他看啊。其实我讲的是很残酷一件事实啊。那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像我像我一个制片，他现在读书在高第一读书，然后有一天他就在就做一些作业，然后你在开什么？要开我这个？然后这我现在跟一个朋友就是一起合作创作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开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在搞这个影像。他说：“那你现在可以休学啦、啊。”老师超认真跟他讲哦，他说：“你马上可以休学了。”他是非常建议他休学。他说因为你来这边，因为你的目标是创业的话，那你就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所以你应该要更花更多的时间去外面看。那他说不行，要8倍打他，那你花很多钱。对，那我想的并不都是对的，但是我的历程的是这样告诉我，那你必定要参考我走的路。那我走的路是比较曲折，就是什么都。沾一点的、啊，而且我挑战的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压力非常大，无论是家里啊、经济啊等等东西。OK， 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漫威夏夜》。那这部电影其实造型是，我是把现在的趋势就是电影就是这种游戏跟电影做的结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那个电影其实都是像《环太平洋》啊、什么《星际大战》，其实都是有游戏，这是连带产业的。那我的产业。可以去吸引别人是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后续可以做游戏、做玩具，都可以做这些东西。可是台湾的电影大部分都持了本土化的意思，其实后面很多人的内幕在里面，那就不方便多说了。对，反正台湾电影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辛苦的。所以，那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后来我慢慢找团队，我慢慢经营起来，里面有些特效团队都是好莱坞特效团队来帮我做。对，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学过美术啊，所以说。大部分的事情还是我设定，然后另外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造型那些士兵啊，他们两边的人嘛、啊，其实就跟游戏一样，就是没有谁对谁错。你看的电影不会像是抢救了一个大兵，就是美军要疯狂杀德军，把你杀到爆，然后我要救我自己的话，我英雄，不是这样的。就是这部电影真的会让你有人性的挣扎，就是因为这就是真实的战场，其实两边都有各自的苦衷，你没办法去判断任何一方谁对谁错，这也是我电影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最近刚好有跟一家大陆的一家银行做融资，他在跟我谈，他就觉得他很喜欢片比较撤退。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感觉就是两岸政治啊，海阔天空各退一步啊。然后那你会掰、欸？然后我都没想到，我说好像不错哦，对吧？反正大陆钱比较赚，啊，所以能过就好。然后下一页，这就是有空可以上来我们帮忙看一下，我做蛮认真的。好，然后是。没有下面，下面有。对啊，那这边就是一些，这我后来拍犯罪短片啊，也是25分钟，然后有在中国有拿到就890万点阅率，所以我在台湾我就没名，因为大陆比较红一点。
OK， 他帮我下一页，说英文看不懂，不要看。对，然后这个从按在那个换，有见过吗？点。对，那其实我们大部分你就一直点就好了，因为蛮多张的。那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在绿幕里面拍摄，那盔甲是我们真的设计做出来，那都是一个 demo 一个状态。对，那等一下我可以放一下几段就是特效测试影片，那也是一些好莱坞的一些朋友，他们抽空来一起弄的。那我那些特效朋友就是有做过 GI Joe 啊什么的，其实我们的水准并不会输给他们。对，好，还蛮帅啊，真酷的。然后先看这个好了，对吧？最近我们有去那个叫什么柯文哲，他刚放我的主题曲。然后就是他们有告，就是他觉得盔甲很酷啊，然后就来跟我拍照，其实就这样而已。哇，太商业，你可以把音乐关掉，对吧？然后下面这个可以点一下，对，这个。都很熟，你知道吗？但是大家可以更活跃一点，因为焦点这边都可以互相乱呛。之前像上次也是在在台上讲话，边讲边大家呛。哎，你是 gay 什么的？然后可以看一下下面，有没有？这叫谁？邱庆纯，新竹县长。看，正式脸。哎，张小林。那音乐帮我关掉。那，就像你有把你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目前还没有。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片段去测试，等于就是我们会做一次那种。不好意思，问一下，我猜一下。可是那你这样子没放在 YouTube 上面，怎么知道台湾的点阅率不会高？嗯？就是说，因为我还没有曝光，我还没有曝光，这个我也要曝光。可是你有放在大陆上面？大陆也没有，大陆是2012年的。然后我台湾有传。可是那时候被我前女友砍掉了，然后大陆也被砍了，因为我最后去台湾国旗啊，也被砍了，然后被砍了是，可是后来大陆网友帮我重新上传，蛮酷的。然后先看一下这一段好了，希望蛮多话要跟大家说，可是我剩下这两分钟，大家可以跟我聊一聊，这是我们其中一小段。这段没有确定，只是说先测试看看。其实台湾是很美的啦，如果当战场还蛮美的。然后铁皮屋啊，那 CS 的 PK 场不觉得吗？对，然后再看下一段。这个，然后这边是叶干，旁边右左边是一些概念的，我们一些配乐可以听一听看。其实我很喜欢电影这些东西，可是台湾这块一直没有起来，蛮可惜的。所以说，像你们看那个《鸡排英雄》啊，你们不可能找里面《鸡排英雄》的主角来做一个模型，你应该不会买。可是我的应该会买，因为每个买因为比较苦。对，那其实这边周边商品其实是台湾这个市场一直没有被开化的，因为不管在艺术赚钱很重要，要赚钱啊，当然要记住赚钱这件事情最重要。那希望大家都来这边都能够认识一些人，然后。可以让你们这些创业啊，什么都能够更加顺利，因为我们在这边认识蛮多人的，一堆比我大条的。然后我好，先28秒或者7秒，好吧？那个，那我就等会再聊。那个，对，然后可以帮我点一个赞，就是支持一下，因为我们是唯一在为台湾的这一块在做努力的。虽然我也想赚钱啊，但是因为真的只有我们在。人家知道第一炮总是很辛苦，对吧？所以说，
所以说很多的那些一些那个投资人啊会怀疑，哎、欸，那有投资你为什么不拍开爱情片就好了？对，就拍爱情片应该都会赚钱，我干嘛要投资一个这个感觉风险很大的电影？其实我们融资也蛮多问题，蛮多挫折。那我也都是，其实我自己是有股东，他们可以去跑，但是我很喜欢自己跑，是因为我想要认识这些人，我亲自要认识这些人，然后亲自被他们受到打击，受到打击的时候，如果我成功，我再说这个故事。OK 吗？好，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努力下去，对吧？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台湾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对设计，我觉得蛮多抱怨的。但是抱怨没有用啊，反驳没有用，反抗没有用。你必须做出的东西，你有权利。像郭台铭他讲一句话就，哦，他讲的他都对，对，因为他有钱，他就是有权利。所以不要做那种无谓的抗争，先把自己的实力充实好。这是我讲给大家的话。好，谢谢大家。好像学设计跟学艺术的人都比较容易愤慨哈，然后从他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并不一定可以在台面上看得到的，很多人都是在背后默默辛苦在做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多多关心这些正在努力的朋友们。